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。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动起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